正宗好游戏，一起 PVP， 欢迎收看由众基老菊花赞助的屠夫教你 PVP 系列视频。看视频添动力，感谢优酷和贴吧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系列视频中最精彩的十个镜头将会踏上 PVP 梦想镜头之旅，所有的视频评论将有机会获得还没有人赞助的十个铜币的奖励。加优酷及贴吧粉丝参与互动，立即获得 buff， 屠夫桑的关注一周。目前还没有网站对本视频进行赞助，期待您的加入。啊，这个也是挑战了一下华少的语速啊。那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元素的一个build 的一个解说。那么我也是最近也在想，那么其实盗贼呢也是现在有蛮多的那种变种的，那么现在还没有决定好要给大家怎么讲。因为流血贼的话，就网上有人也写过，其实主要流血贼的基本的思路就是通过回主动来给敌人用双匕首的三技能来射流血，剩下的就是自己去慢慢有一些不同的打法和变种，也就慢慢发掘吧。那么为什么今天决定玩元素呢？那么首先可能元素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喜欢的一个职业。那么我现在打了是59盘元素了，确实是很少，所以也不敢说是教学吧，那么就单单的说是一个基本算是个娱乐视频吧。那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所用的天赋。那么这道天赋呢，它是兼顾了水系的这个回血能力，以及这个整个元素的协调的一个怎么说呢，减少协调的切换时间，然后增加了一个火系伤，就是你处于火伤害的一个输出。那么这套 build 其实主要的伤害输出还是在你的火的这个怎么说呢，火元素状态下的火协调状态下的一个输出才是你的主要的伤害来源。那么身上的装备呢，符文是选择的这个这个加防御的啊，这个符文，然后燃烧时间50%血以下对获得这个防护10秒，并且对周围敌人造成燃烧。而这个符文用的是山本，那么也是生存能力非常强，因为这套你是应该算是个坦克，但是还兼顾一定的输出能力吧，所以打路人来说还是蛮好用的。那么技能就是这样，有一些可以换的了，其实这个文章可以换火箭，但是不建议，因为这东西确实不是特别好用。你团战可以带这个，但是一般平常常规是带这个文章的120秒 CD 的。然后我是选择带了一个小文章，可以为你增加一些输出。那么其实可以选择的有这个大地护盾，然后奥数盾，都可以。其实主要还是偏向生存能力。那么今天因为算是一个试验 build 吧，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小文章。那么也是随便找一个房间先来打打看。那么在这套天赋里面呢，你们其实可以将火系的那一栏转移到水系或者地系中。那么在这两系当中，你可以获得更强的生存能力，当然你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输出能力，就基本上是等于零。那么所以我昨天在跟我们工会会长一个死灵在打的时候，我就发现两个坦克在打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需要一点输出的。那么其实这道天赋现在也是蛮扛揍，打一些输出还是蛮占便宜的。那我为什么加血选择了带这个呢？因为它可以清症状，就仅此而已，剩下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可以看一下，打这种输出的话基本算是比较容易的，打输出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加口血，对，你看反正就是打不死我。然后这个加血是15秒 CD 可以清症状，而这个你一切水系元素就能获得一次加血，也就是说你每15秒一个加血，然后还有15秒一个加血，也是非常的强。你看这个水系的加血量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你还有，因为我为什么用匕首呢，匕首的这个三技能它是可以让对你进行攻击的敌人怎么说呢，昏迷啊，很猛的一个天赋，很猛的一个技能，确实是人人都想要的这么一个技能，好强好强。元素确实玩的不好，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大家凑合看，还是凑合看，不要有，每次我做完视频呢，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自以为是的大神啊出来啊，说你这个视频做的不好啊，为什么从始至终一直说自己玩的好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哎，我真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嘛，可能你们那个世界里，就你们那个次元里面，就做视频的时候喜欢
就说自己怎么次，我不知道是想表达谦虚呢，还是怎么样？而且我也从来没说夸过自己玩得好，是吧？我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对吧？你跟那些世界级的强队，对不对？什么什么一些直播队伍，什么啊什么那个叫什么 AC 啊，什么啊 P 开头那叫什么我也忘了，我跟他比不了的。那我毕竟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对吧？你要非要看一些啊屌爆了的人来给你做视频，那你去找他们的，你不要来这里喷我。你想看看不看，赶紧右上角关掉。我是反正不惯着你，对吧？我也没求着你看。我也是，本身我这些视频就是一个新手向，也不是说给一些高端的选手做些什么参考，没有，所以自重吧，我只能这么说，自重。那么这个火元素这个是好了就可以照，因为是一分钟冷却，然后持续时间也是一分钟，所以你就好了就照，没什么坏处。开一个火盾、火墙，啊，他跑了。啊，你是基本上不用怕什么的，哪怕出人堆儿，你快死了，你开一个这个无敌也能冲得出来。而且，当然你并不是一个纯坦，所以，你对站点能力上肯定没有守护来的强啊。但是，强就强在你可以给团队刷血，然后你可以给团队提供很多很多很强力的 buff。比如说，你切换到 D 系的时候，你可以给团队上一个，团队的坚定 stability，这个东西就太猛了。对吧？然后你切到水，还能给一个团队整体刷好几千血，这种还是很强的。那么在没人打你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没事，你就切火来进行输出。然后有人打你的时候呢，你就切个什么 D 啊，开个无敌啊，或者切雷开个三技能啊，还是很强的。这套就是真的是要磨呢也磨得起。然后你看这个团整个一个反射投射物的这个这么大范围一个反射投射物，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也是团队的一个神将。啊，那加血加起来了，我找不到鼠标在哪儿，我看啥情况。你的主要的伤害输出还是来源你匕首的二技能，火系匕首的二技能，也就是你的这个突袭的这个技能。打我吧，打我你就晕，反正是手里还有保命技能没有用。啊，保命，抓个宝宝，然后一会儿出来之后切水，加口血，昏迷一下，继续加血，反正就是回得起来。但是是比较怕控制的，其实。这个也就倒了，人太多了，两三个一起打你。毕竟不是纯坦输出的。如果你把天赋加到了这一期上，并且带了一个大地护盾的话，那么三个人 A 你就也是得打一会儿的。两个人基本可以保持不死啊，当然两个纯输出那种玻璃炮的话，也确实是有难度，但是也可以坚持很久。然后还是对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对这些支持我的朋友啊，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说一声谢谢，是吧？确实是，现在 GW2 玩 GW2 国内的人也不多，但是做视频的确实不少，所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自己想看的东西吧。所以你们能选择我支持我也很开心。400多一跳，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是让人觉得挺难受。这种就开一个反弹投射物，给了一个往死走。我老是找不到自己鼠标在哪儿，这个比较讨厌。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快速施法，所以没有鼠标的情况下是很难受。谁这么爱我追着 PU 后边一直打？因为看到生存能力绝对杠杠的。这种就有点自取其辱了吧，亲。这种纯输出的现在打我基本上没什么胜算，就随便你打好了。
反正你留学也上不来啊。他也起来了，这个是个假的是吧？也都是。那这种随便你 A 一个技能解掉，转开，加口血，哟，人有点多，这不行，哎呦，哎呀，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开出来，这就活了。怎么还追我呀？哎呦我去，我都到家了，你还追我？啊，就是喷啊喷啊喷，反正就能喷死人。玩起来还是挺过瘾的，生存能力极强，然后还有一定的输出魔血能力，是很让人欲仙欲死的一种天赋，因为。雷呢，人家打你昏迷；土呢有无敌，完了你还有反弹投射物，然后你还有击倒，有眩晕，哎，反正就是很恶心人，就是。也建议喜欢玩元素的朋友，就是新手想对元素有所兴趣，想试试这个职业的，不妨试一套这个天赋。啊，确实蛮好玩，我也是这两天打的比较上瘾，但是。还是喜欢贼啊，所以最近也是尽量再给大家多带来一些 PVP 的视频，也是打锦标赛多一点吧。有人说为什么今天这个我说什么来着，我也忘了，那就不说了。总之就是现在玩 PVP 的人也越来越多，反正各路加引号的哈，各路大神也都开始出现了，就开始抨击我这个无良小少年是吧？我也挺委屈的，其实就好像谁跟谁总要争桌搞一下分出个胜负似的啊，搞不懂。还是那句话，爱看看，不爱看看就赶紧关了，省得咱俩都遭罪。然后关于还有一些人说我上次这个啊视频里讲啊什么就是说这个匕首的四技能输出的这个事情，我这里要确实要声明一下，当时贴吧跟我说这个事的那个人呢，他的意思是匕首的四技能用来输出，然后你再上去收尾。这个我觉得都不需要讲什么吧，你自己用你的高智商的脑子想一想，对不对？拿匕首四技能当输出用，你让这游戏制作人情何以堪，对不对？哎呦，这里好像有个东西说错了，这个不是长，是冷却40秒，是在你怪物死以后冷却40秒，这个就有点略尴尬，可以选择一些别的技能，因为也还没有对这一些技能做过一些详细的测试。啊，回到刚才说的，那么有些人说，说这个匕首四技能输出啊，你是，然后问我为什么说话那么冲，啊，说什么打1000盘再过来找我，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我本来就是你一个人，你说你打50盘贼，你打200盘贼，对不对？你非要跟一个打1000盘的谈这个，然后1000盘说什么呢？你又不听，你又非要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我上次也说了，你有自己的玩法，我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但是你就这件事情来说，对不对？你匕首四技能用来当输出，那你不是，对不对？你肯定没有别的技能来的实在啊！你匕首四技能浪费的点还多，对不对？你留着那个点你做什么不好？就有些人还听不惯了，我只能说，那我就这么说，我就觉得我说的是对，你不爱听你就别听。也就这样吧，确实今天录视频心情不太好，因为总就是很多那个玩家就总觉得我玩的是最好的啊，怎么样的，我就你们都是一帮菜逼啊。我怎么说呢，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贼是什么有多牛的那个水平，对不对？但是我好歹也打了1000多盘了，我就1000多盘的水平，对不对？我对我自己贼我有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那你非要拿你的理解说我的理解不对，那我肯定不开心。还有一些人在贴吧发什么啊，玩虐盗贼的 build 或者什么啊，就反正就什么啊，盗贼什么没太猛了 OP 啊，什么元素太猛了 OP， 哎呀太阴霸了这种，就哎呀，确实是玩的游戏多了，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能说什么呢？你说你跟他们能说什么呢？无非都是对驴弹琴吧。我到现在我玩了1000盘，我仍然不敢说我能玩虐什么什么什么职业，是吧？我只能说我，比如说我见着战士，哎，我可能我有点我优势更大，但战士操作好的情况下，一样能给我打死。我就这么说话，对不对？但你个人说话比较犀利，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都是说自己的话，对吧？我讲的也都是实话。就好像我跟云雀打的时候，我上来我就跟云雀多，我说我比较会打战士。对吧？那云雀跟我打的时候，我一样输啊，我，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保证，你就说我贼，我就一定玩虐战，那不可能啊！要这样的话，那真是游戏设计者真是哭的心都有，对吧？所以我说我是比较会打战士，就是我在打战士时候，我知道我对他的技能相对比较了解，我有自己的一个思路，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就是我所谓的会打战士，是吧？而不像有一些人啊，我知道战士技能了，会打战士，哎，我就玩虐战士了，我就100%，我就能干翻他了，啊，傻逼，对吧？还能说什么？傻逼，这种有猎人打你，你就一开，哎，推倒，元素呢还是比较考验整体的一个手速和技能的处理，因为他不能很随意的释放他的技能。biu， 是我们就跟一帮蝗虫过境一样，走到哪杀到哪，全是大棒号。其实说实话，也是现在打了那个锦标赛多了以后，确实是不是很喜欢玩那个 hot join 了，所以在录视频的时候也是会多少有一些不舒适感，因为我没有贬低 hot join 的意思，但是确实你 hot join 它的整体的配合你跟路人很难打好，所以试验 build 啊什么的打打也就好了，就现在让我去很认真打 hot join 也确实很难。啊，这种你纯输出像的什么贼啊，这种随便来好了，来几个打几个，无敌啊，眩晕啊，这种这真是让人绝对是欲仙欲死。而且本身我也很坦然的说明白，我这天赋不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不是玩元素，是吧？有些人就出来，哎呀，这个天赋是我想的啊。全世界这么几百万玩家，你就保证你是第一个想出来的？占有欲不要太强嘛。哎，行了，这么苦大仇深的说了这么多话，我还是继续回到战局当中。那么，你的输出手段呢？这道天赋输出手段怎么说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你的土的这个流血，但是这个流血很难叠，因为它是一个三百码距离的，很近，就算这么两个技能吧，你就没事就叠个几层让它吊着，也就还到罢了，因为持续时间还是蛮长，它距离确实太近了。然后你的主要伤害输出还是来源你的火技能的灼烧，没什么别的技巧，灼烧还是比较猛的一个怎么说 debuff。
快死了，就把你的技能全都开一下，切一下元素，然后换个技能，就能多坚持很长时间。看一下这两个人打我，还是能坚持蛮久。同时你还能制造非常不错的输出。开精英，这时候就反杀节奏。哎，就看就，总之就是他几秒打不死你，总有能回血回上来的技能。所以为什么说这道天赋还是不错？吹电加血，宝宝跟他单挑啊！不要恐惧我的加血呀，我加点血我容易吗？吹倒，这也是个近身技能，造成虚弱也是蛮不错。总之你是输出手段很多样。哎呦，我才发现我符文少插了一个，而且还很重要的增加燃烧时间的符文，大家一会儿记得真打的时候补一下。元素其实切天赋还是要切的比较灵活，我觉得才比较好玩，就那种一系的那种就是一个到死也不换天赋的当然也是有很多天赋是这样很猛，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感觉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元素。哎呀，谁在打我？听声音是个贼，在这儿打我吧。反正各有无敌，各怕什么，对吧？加血，这种作呢？疯了吧你？当各的元素那么好杀吗？啊，195分，不高不低。可以看到这个天赋有点那个流血贼的意思啊，相信玩过贼的也都知道，确实是杀吧你还杀不死，你不杀吧他有输出，但是流血贼的加血还没有这个这么猛。反正我觉得这一套打流血是蛮好打的，因为流血贼他怕症状，因为流血贼本身轻症状的技能很少，那这套你也看到轻症状的技能多的一逼啊，这个清三个症状，这个一秒清一个症状，对吧？一共是四秒清四个症状，然后我切水我可以清掉一个症状，我土我可以还可以清掉一个，也是一个吧。哦，是哪个来着？这个啊也是三个，所以你就想给元素上症状，确实难了点。这个看一下，这个也是挺好的，切元素可以获得不同的 buff。 走你，还是能开炮尽量开炮，多拿点分是吧。嗯，给我烧四瓶咖啡吧。好的，坐床上的钱包。背后面有没有？是不是在我车上呢？你开灯啊！不好意思，咱们继续回来。那刚才是，我妹来问我，她要出去，问我买不买点什么东西烧回来啊。那么，身为一个玩命的玩家是吧？咖啡是必不可少的啊。这边我在国外嘛，所以红牛什么就算了。看一下。炮台就不开了，继续跟人贴脸 A 去。真男人不开炮台，好像跟我刚才说的有点不符啊。哎，走你！拆他们炮台去。元素在拆敌人炮台的时候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能力，但是像我这套症状的话就算了。确实拆炮台不是特别好用，但是你在跟人磨的同时，你可以把炮台的血耗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地步。我们不妨看一下到底多长时间能把这炮台拆碎。
好像是难点啊。算了，走了，不跟他玩。现在的比分也是碾压一般啊，193-33，我去，有没有天？你们怎么这么欺负人啊？这样不好。哦，好像没打到，正抽筋呢。这种让我贴脸去这么 A 的话，伤害也是很高的，220一下，三下就是600多一下攻击啊，伤害也是不低啊。暴击的话是没有，当然有些人可能比较暴力一点，可能会用那个棕颜色的那个护符，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那个也不是不行。哎呦，光顾着聊天了，差点让人打死。可以看到，就生存能力非常强。这两个拉着 A 了，对吧？完全不怕。这种，哎，尤其是这个技能 ，CD 又短25秒，一开就敌人打你一下晕一下，打你一下晕一下，哇，太猛了！爱不释手啊，所以这套 build 就短期是我一个使用的一个主流 build。试试看这个护符吧，这个护符它的正常伤害更高，就是更偏向输出吧，暴击也更高，但是你的生存能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威胁。怎么说呢，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吧，但是你这套你本身要靠正常伤害，你还是要更扛揍一点会比较好。哎，有啦，我就说在屋里嘛。钱包找不到，好尴尬。那也是对不起各位观众了，今天确实是有点意料之外。哎呀，你这种战士，你想弄死我，你好像是有机会。我要死了。啊，他死了，为什么没活？干嘛？我没叫你啊，就啥，啥都行。哎呀，像我这么一个宅男，宅在家里啊，对这些，感觉好烦。感觉今天说的话题都好语重心长啊，有没有？现在给我想点比较好玩的话题。无敌一开，随便你怎么来。团队加血，而且你也有治疗量的话，救人也比较快，这2000一条爽啊！哎呀，小猎人呐，等死了。各种各样的无敌，各种各样的保命技，有要正装，有正装，要直接输出，还有暴击。换这护符确实输出会高很多。你怂不怂？你就说你怂不怂？跳窗户碰见我，就说你怂不怂？丢丢丢丢丢丢。技能的释放确实是还不是特别到位，两个元素打确实是有点晕。我怎么发来个贼过来恶心，这个太烦了。
其实这道我觉得还是带闪门更好，还是扛揍为主，输出为辅。扛揍为主，输出为辅啊！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暂时先告一段落啊。那么我现在要切到我的贼号上，看一下。然后有一些朋友想看一下，一些贼的技巧。怎么说呢？其实我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包括弓箭可以穿钟楼，应该是一个 bug。然后，其实我想不到什么了，我就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就是这个。想一想有什么技巧。哎，我怎么进这么个图？好像感觉自己二逼了。技巧，真的是想不起什么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就在视频评论下面，有什么想看的，有什么想问的，不妨全都跟我说。因为，我实际上也在打的时候，不是说有很多，一时半会想不起来有什么技巧。技巧就是，在我看来，技巧就是如何用好你的翻滚去躲敌方的一些技能，有一些对战的细节，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讲一讲。像这些，我觉得都算利用 bug 吧，就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我拿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提醒我什么。那么盗贼短弓舞技能是影步嘛，就是相当于有一个瞬移，那么它是有一个地形 bug， 那么是利用，看一下，就在两边那边这个过道的另一边也是，就设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咻，啊，你看就上来了，那么就可以来这儿救人呐，或者干坏事啊，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咻还能不能咻下去。貌似不行，不妨再来一次啊！丢，啊就进来了，丢，啊也出不去。反正现在游戏的 bug 是挺多的，包括我在这个楼梯这个拐角处无数次的已经卡进到里面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反正被人击退，有的时候就被打到里面。总之就是这样吧，看一下有没有人什么。啊，有些人想看一些1v1的视频，没问题。看一下，也没什么了。然后，那么很多朋友是想看一些单挑的1v1的视频，那么我会。我会之后的时间里会给大家做，我会挑一些玩的比较好的玩家，给带来各职业的一些对战思路。当然，我这里也需要先说明，就是不可能你一套 build 可以吃掉所有的天赋、所有的职业的，所以有胜有负也是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的。那有一些职业，包括比如说月亮那套流血贼，对不对？我打他基本上是30%的胜率可能都没有，因为他那套本身就是克制，就是完完全全的克制掉我的这一套 build。所以，也是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总而言之，那么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注屠夫，多多关注我做的视频。有什么想问的、想看的、想说的，那么请在视频下面给我进行留言。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贴吧关注我。好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